薛家燕为音乐节目录影，节目做了很多年，邀请过无数歌手演唱金曲。不过家燕姐话，心目中有位嘉宾一直未请到。第一个咧就系宝珠姐啦，因为咧我做演唱会嘅时候咧，咁啊我同佢合唱个歌曲咧，花园蜜香咧，咁好多 fans 就好中意嘅。咁我曾经同佢提出过，佢话：哎呀，我好少上电视啦。佢话：搵第二个嘉宾啦。提到庄思明为新剧拍摄外景嘅时候，过万蚊嘅名牌手袋喺外景车上不翼而飞，警方事后拘捕一对男女，家燕姐都表示关心。我都有唔见嘢嘅，不好彩就系认得个 number 啦，可能。咁佢呢个系。家燕姐留低嘅嘛，咁我哋走翻转头揾，都有喺翻度。希望佢冇唔见到钱啦，嗰个包都贵嘅系嘛。我会打电话问候佢啦。咁大家以后要小心啲啦。家燕姐嘅艺术中心致力培养青少年演艺才能，佢宣布今年会如常举行暑期大汇演。我已经订咗地方噶啦，哇！啲学生好开心啦，因为佢哋上咗课程之后咧，都希望喺个大汇演度咧可以载歌载舞啦。佢哋嘅父母亦都想睇到啦，同埋我哋亦都请咗好多嘉宾啦，同埋我咧，嘉燕妈妈都同佢哋一齐演出嘅。